家里暖气停了，你家也没暖气啊？怎么这么冷啊？喝点水。拜托，大冬天的还不冰水，不冷吗？我去烧点。哎，你穿这么少不冷吗？不冷啊，我觉得很暖和。 哇，你这什么牛仔裤摸起来好温暖啊，面料也很舒服，而且还显腿长。对呀，羊绒牛仔裤，我的温暖法宝。啊，我们只有热水。Miss 60，羊绒牛仔，温暖冬日，随时候命。